要发力，首先一定要要有健康的身体。来挑战的是卓一峰，你好，一峰。Hello， 金哥好，大家好。对对对，哇，这一段时间也总算在节目里面露了脸，唱片公司找到，唱片也出了，所以人生到这里算一个 milestone 吗？你觉得？很开心啊，对啊，就是终于有一个歌，之前发那个《再见烟火》，好像蛮多人有听过。对，终于有一个歌大家会听。再见烟火，对，《女兵日记》的插曲。啊，对，相当受欢迎。今天你来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应该挑战哪一首歌，你知道吗？哪一个？你今天要挑战的歌，你要改变的是什么路数？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快歌。他本身就能唱高难度的，然后你应该唱哪一首儿歌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难度。不。哎，不要那么庸俗，好不好？儿歌，儿歌，两只老虎嘞。请问一下，你会唱三轮车跑得快？还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不是啦，你应该今天来，你如果唱哪一首会很棒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见下雪的声音。嗯，哦不，那个雪落下的声音吧，雪落下的声音，没有，瑕不掩瑜，我们知道意思，对，那首你的副歌，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那着你的对着我唱轻轻，你看这首歌。简单，然后没有任何炫技，轻松温暖，仿佛在雪地里面，你拉着我的手，叫我轻轻，叫你轻轻，反而要轻轻，是，所以就很有灵魂。那没关系啦，已经改了就改了。那这样，他现在心情很复杂哎。那他要怎么表演？他怎么弄嘛？他怎么搞嘛？搞清楚，我也是两家唱片公司的老板，所以看这看太多了。许常德老师是不是歌手都太多主见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的主见通常会失败吗？嗯，因为唱歌不是说只选什么歌而已，对，他要整个企划、宣传，对，的定位，对，整个操盘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对，学什么歌有什么用呢？哎呦，哇，好吧，就怕那全盘还要挑战吗？来都来，车已经叫好了。都来了。宪哥，他说他今天挑战这个啊，因为他过去来大热门彩排只要一次就好，但他为了这个，他踩了两三次。真的是有，真的是高难度了。异类是谁？哦，华晨宇唱的。这歌对我来说真的很难。哎，华晨宇这个臭小子很能表演，很会唱。他在舞台上唱这个歌的时候，对他很有魅力，而且那个大将之风，年纪又轻，对不对？很不错。加油喽！好，好吧，我们只能给予祝福喽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当你单独飞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在一旁栖息，好吧？看着你如何坠落。不会坠落了。那你就加油，毅力。你不喜欢听我的歌，请闭上耳朵。接下来要打开杀戒，穿透你的耳膜，一直到大灵魂的深处，让你崇拜着我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 ，Fight against the world。我们生来就是怕你早已落下了警报，积分奖被引爆，都给我听好。我无所畏惧，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大声的尖叫。根本不受谁的威胁，随时准备跟强者对决，把对我的质疑和诬陷都毁灭。这放纵的感觉，超越一切，不再胆怯，不需要你们的理解。我不想看，别再废话，争吵都消失在眼前。世界冷眼，被人
们说敌对也无所谓，那就请你当我是个异类，继续开大我的音量，让他们全都闭嘴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 ，Fight against the world， 一群就是要随心所欲，高举你的手臂，拿出你的勇气，不要再恐惧，只有依赖好战的心才能够拯救你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大声的尖叫，尖叫，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。随时准备跟强者对决，把对我的质疑跟诬陷都毁灭，是放纵的感觉，超越一切，不再胆怯，我需要你们的理解，我不想看，别再废话，趁早就消失在眼前，我不在意流言蜚语，也不屑人们的非议，全都被我废弃，当听到我撕裂的声音，超越一切，不再胆怯，不需要你们的理解，我不想看，别再废话，趁早都消失在眼前，超越一切，不再胆怯，不需要你们的理解，我不想看，全早都消失在眼前，我不在意流言蜚语，也不屑人们的非议，规则全都被我废弃，当听到我撕裂的声音。耶！哇，很强，很猛哎，很猛哎，好猛哦！今天。这是一次，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表演，很成功的表演。但讲真话，适不适合还要听老师的意见。但某一个角度来讲，因为他这个歌他是用 heavy metal 的那 background 去，自然会引动你身体的这个机能，而且 key 也够高。但这个 key 对你来讲算是刚刚好而已，刚刚好，舒服的。我的感觉好累，还好还是累。哎，唱到卓一峰会累，真的很累。然后有一件事情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会豁然大开。人生有时候就是哇，行到水穷处，遇到一个老和尚坐在那里，老和尚跟你讲，哎呀，你只不过只是因为啊，恍然大悟，原来顿悟，还没有开始表演这一段，前面我是不是告诉你，我把告诉你那一段话，你跟他讲，他的人生就改变了。要发力，首先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。我在讲，你们在听吗？不是啊，用心的在教育吗？是啦，你刚有没有在听啦？孩子有没有在听啦？你有没有听到？你要放松。对啊，对对对，要放松，要放松。健康，健康，家，这还是一个家吗？我朋友听我的话，你什么健康的身体啊？而且是在一起嘞，哎，我真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啦，我刚刚是突然一时之间忘记了。你屁呀！你都没有在听，我有在听，我有在听啊，我有在听，要有健康的身体。而且他刚刚眼神好无助啊，说干嘛 Q 到我？因为我刚刚还在想，我真的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哈，你要够放松。要松了，要你太放松了啦！我就很松嘛，因为他从了。